针对前海基会董事长郑文灿涉贪案持续在延烧，那么昨天晚间呢，郑文灿被押入桃园看守所，国民党立委徐巧芯今天早上他特别说要准备跟桃园看守所一样的早餐，要来体验郑文灿的生活，讽刺意味十足。至于台湾民意基金会则针对了郑文灿案也做了民调，说有将近四成民众认为这回的案子严重影响到国人对民进党政府的信任度。徐巧芯发出一份又一份的黑糖馒头加麦茶，国民党内气氛融洽，欢声笑语吃早餐。而徐巧芯口中喊的2350就是郑文灿原定的收容编号，特地准备跟桃园看守所相同的早餐菜单。徐巧芯说要体验跟郑文灿相同生活，酸劲满满。因为我昨天看到郑文灿今天的早餐是吃黑糖馒头还有贝亚德，我就先买这个准备60颗的黑糖馒头跟贝亚德来请我们的这个同事们来一起品尝2350的早餐。现在是要模仿这个老李的菜色吗？如果是这样，他是想要暗讽说哦，所有的国民党团都是要坐牢的人吗？国民党笑看郑文灿遭到羁押，黄杰不嘴软，直接回呛。而根据最新民调，国人对郑文灿涉嫌收贿有四成感到意外，其中民进党支持者有64%都感到相当惊讶。不过不意外的比较多，有43%交友非常广阔，然后基本上婚姻不济的人，所以身边出入的人本来就复杂，在桃园本来就有非常多的江湖传言说他跟很多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案子有关系啊，会有这样子的民意调查数据，我必须说并不太意外。我身为桃园的市民，我并不太意外。另外，还有39.4%的民众认为涉贪案降低国人对政府的信任，还有41.3%认为不严重。而赖灿之间曾经有一段竞争关系，在野党纷纷联结猜测郑文灿案跟派系内斗相关。臭不可闻，贪腐的金权结构。正是过去民主进步党执政的缩影。我期待勿忘勿躁。可是会不会担心说可能会被解读是党内的内斗？没有评论。郑文灿曾经是民进党内的中生代政治明星，如今断送政治前途，随着案情发展，考验赖政府的危机处理。记者廖凯晨、林雨拉台北报道。